下一个它叫做 IP Core， 这是一个 instance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instance？ 虽然 Postgres 系统原本它就有跟那个 IP 这一类的资料形态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？是因为这个作者本身他就是常常要做一些 Internet IP 的反馈，但他发觉说系统标准带的功能是比较强，但功能比较强就是它同时 IP Before IPv6 都有 support， 所以说它的速度会比较慢，所以他就自己撸起袖子自己就干一个，所以就有个比较新的 IPv4。 那 IPv4 的 extension 它官网上面就有安装的方式，那就标准 use DGA 一个是等于引到 make， 然后 make install， 然后就可以选择回到 make。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去官网这边的那个 GUI 这边去，我们开一个 table， 然后开个 schema， 然后我们去载入它。那载入它，你可以发觉到说我开的资料形态都是 text， 不是八强。这个是 Postgres 系统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，在我的实际的工作经验里面，有些时候我要去下载一些 open 更 open 的资料，或者是一些像是联合国它会有一些防治洗钱的名单的。防洗钱的名单，那他那个防洗钱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，像阿拉伯文啊或什么的，那个长度都是很跳的很多。那如果我们要搂进去资料库的时候，那个拉恰的长度很麻烦。你这时候搂进去，拿一下，发觉第五千米告诉你说它长度不够，那你就要再重新弄，那很麻烦。那但是 Postgres 系统这个 text 非常的好用。长度可以非常的长，然后资料的容量，我们记错的话大概可以到10GB左右，但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去改，是系统改。那这样在我们在搜资料的时候都非常的方便。那我这个的方法就是说，不管3C21，全部都选 text， 然后我们都进去之后呢，我再用资料库这个 table 来整理，做一些过滤，然后实际要用的我们再转。这样就相对来讲，我们不见得说一定要去写一些太深的语法的语法，这是我在实务上的一个经验，提供给大家分享。那我实际上在做的时候，在公司蛮多资料我是先都到 Postgres 系统，然后再转到 Oracle， 但因为 Oracle 只有那个八家系统，再都比较多。它现在因为它这个是免费的，所以说它的格式是会变的。它有些你如果去查网络类似这样的资料，有一些人是用 GGLOG， 但我这个是比较新的，所以它这个解开之后，它会有一些有英文版的、有中文版的、有日文版的。然后我就没有用 GGLOG， 我就用直接用 copy 进去，然后告诉它 format， 然后分隔符号，然后它会有个档口 ，CS 会有个档口，你告诉它有档口，它就自己会跳掉，就自动就不会有多设进去，那这样就都进去了，很方便，而且速度很快。那在里面跟台湾相关的有184笔，那。如果大家有去搜的话，可以去看到有些是到一些乡镇都有，但是他的资料毕竟是老外，所以说他有一些东西其实有点错，但就是有一些城市的人到底是哪个城市，好像没有写，他可能大什么什么什么好几个都会在一起，但最起码那个国际大的城市那里是。那这边一样，我都第二个进来，第二个就是都中文的，但它两个的形式是完
让我这边去找这个就出来，那这个我就不详细列出来。然后接下来就是 IPv4， 那我一样开一个。开一个 table 一样哦，那这个就是新的那个 extension 的资料形态。那它其实这个资料形态里面，它其实是有经纬度，但是我去看它的机密，它是讲说它的经纬度不是绝对的，因为它毕竟是绝对的，但是不大绝对。但在我这后面的例子，我并没有去利用这个经纬度，因为我是写在上面。那如果说各位有一些用其他的那种方式的话，那个经纬度是可以拿来使用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它insert，开一个真正我要用，只挑 ID 跟那个 ID 资讯的 ID， 然后我们从那个上面那个都给那个把它insert进来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开一个。这个 index 呢，跟一般的 index 是不一样，它叫 GIS， 是针对这种形态可以使用的一种 index。那这是俄国他们，俄国有几个天文学家，他们也在玩 COSMIC， 他们在 COSMIC 上面贡献他们开的一个 index，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index 叫群九，然后他们还写了一篇说那个不是群。那因为二国的其实拿来可以使用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个 IPv4 的extension。那这个 extension 它提供的这些资料形态 ，IPv4、IPv4R、IPv6、IPv6R 这些，那它跟官方基本提供的就是把这个切开，这样子在做这个的时候，这个。官方原本的 IP 也可以用 GIS， 但是用这个的话，速度会比较快。那我们看看它有掌握哪一些好处。这些操作都可以，大家是去参考，有一些是就是包含你的之类的，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，这个大家有空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，在 Postgres 系统里面，它你如果用不同的这种 index， 它会提供不同的运算值。这个就不是一般我们图像下会有条件啊的那一种，它我们
下辈子是在东京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 IP 位置会到的。然后接下来，因为我们都两个资料，一个是英文的，一个是中文的，所以我为了要方便起见，就我准备一个病毒。那我后续查询就会用这个病毒。那请问一下，大家有没有以前有前辈什么会告诉你们说不要用病毒，或者是说不能，我们公司不能用病毒之类的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用病毒在这个效果会是怎么样？那我们来查这个，看它的执行情况。那执行计划其实也是蛮好，但实际上它两个英文的跟中文的，它都有使用 interface， 所以不是像以前有些人讲说，例如他会先把所有的资料拉完之后才过滤，他其实会把过滤条件下对。所以说你用 view 没有用 view， 其实这样聚合起来它 interface 是有效的。那这样我们就在写的字的时候就很方便，我要同时查中文跟英文的部分，直接使用文件。那可以看到他查出来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反而是把中文放在前面。他虽然说我主页那个地方的顺序是把英文的放前面，中文的放后面，但是他出现的时候不一定。他是把这个查出来的哪一个先例，他就是这样。因为本来这个查询，你除非加欧德版，不然他的顺序是有必要的。这个是另外一家公司，那我是随手查了一下，那他也是在。也是在日本。那接下来就是我请我两位朋友提供他们公司的 IP。 那这个 IP 可以看到台中，它确实是在台中，那这里也可以看得到台中。但它中文的部分其实不见得比英文的好，哎，我到这边好像都到这里了，所以说我会使用就是把它纠正起来的一个 view。 那我们查出来的结果，我们自行看说，哎，使用哪个比较好？我另外一个朋友提供他公司的 ID， 那这个查出来他是在新竹没有错，那这样我们就会在去对 IP 的时候，我们会很方便，因为我们可以用把我们想查的 IP 丢到一个 table， 然后直接去纠结，他就会整个机制跑出来，就不用程序慢慢去 call API， 这是一个提供大家可以去查这块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参考。那因为还有时间，我就从厂家里一下。
瑞的限制，而瑞它因为现在 Python 很流行，大家一起都用，所以有些时候你会想要像这样，但实际上它不行，不能这样，因为它是瑞，所以说它整个要一样，这边两个人接下来都要一样，是同样的情况。那 index 和瑞用的 index 呢？那这里有他们写的文章，那他们有一些群提供的运算值，那他列了三个，实际上是四个，因为他们把等相等的那个没有特别强调，那你可以看到他这里有，在这里这个是我用这里给出来，那我们用刚才类似的那道情况表，我们来判断这个 index 形态之中它是哪些运算值。我把句所 support 的运算值跟它的使用形态，你可以看到你会有四种。那它 any array 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 integer 的 array 啊，或者是恰的 array， 它都算在里面。那它就是 support。那它当然还有一些 JSON 也可以用句。那还有这个跟一些查询一些相关的。那耳朵也可以用 GISP 它的运算值更多，但是你要看你的需求去提供。那我们看一下 GISP 有提供哪些运算值。这个我又省略了，那它 GISP 它提供的运算值非常多，就是官方原本的 ID。的形态，还有像 box 啊、空格啊之类的，像这些团队，还有原本的，然后还有新的。因为我们把这个 extension 加进去之后，就会当你们还没加的时候，就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 index 给它用，那用卷的。然后来用这个方式来查。OK， 那我们就查这个字，那它就会找到这一笔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这笔查询，它到底这个 index 有没有用？大家看一下它有没有用？我已经有看 index。但是index到底实际上呢，它是没有用的，不是由index它进来的，因为全部只有输入量，所以它优化器判断通过干脆就最多是点算，它资料库它不见得是依照规则，它是用成本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。所以说有网络上会有很多人提供一些什么资料库的一些什么秘籍啊，用什么。好的方式，其实那个都不见得正确。随着你使用的资料库的版本等等，那个都会有变化。所以我们要看真正的实际的执行计划才去看。那我把这个先给它框掉，强制它使用。那这样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？他就会去使用这个 index。那像刚刚我有人在问那个分散式的执行计划，那个就是一样类似，就是说资料库本身它要去收集这些 table 的里面的上部的形态，然后它会去做统计，然后接下来做优化。所以说在资料库的维护上面，你要去